来澳门顺便就逛逛下威尼斯人吧，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威尼斯人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只是客流量不是很大，当然了也是人流不是很大的时候过去的。去的时候这运河里没有划船，但是也清静了一些。有很多专卖店，还是可以好好逛的。来这里购物、吃饭，基本上一天要做的事情都可以完成。很多牌子在其他地方并没有，而且有一些衣服的款式还是可以值得慢慢挑选的，而且牌子也不算少。不知不觉逛到后面已经天黑了，也只好慢慢的往回赶。总体来讲，威尼斯人还是值得一去的，可以好好逛逛，不干别的，光购物吃东西也不错。